直板今天两分钟打法，源源于中国，昌盛于中国，后来流传到了国外。我相信今后的世界乒坛会有一些选手走向两面功打法，现将我独特打法的理论与技术无私地献给乒坛的爱好者，并衷心期待着世界上的勇敢者的探索与创新。这节呢，我们就讲那个加速与制动。这加速与制动啊，是我们乒乓球一个永恒的一个法则。这个加速与制动来讲的话，在我们乒乓球中间普遍的大量的运用，像这个发球、搓球、推弹、正手攻球、反手攻球等等。但这些东西来讲的话呢，推弹呢、搓球啊、发球啊、步伐呀、啊，都用着，但是往往在这个正手攻球、反手攻球里面呢，应用这个加速制动的东西啊，就很少啊，很少。即我打球啊，几十年之经验，这个加速制动是我们一个快的内涵的一个奥秘，啊，快的内涵的奥秘。所以我感觉这个加速制动的东西啊，今后一定要大量的贯穿到我们乒乓球训练中间当去啊，它就能够使我们这个乒乓球这个训练的水平啊，能够更强、更高的提高。啊，对。我加速，第四个加速制动，只有运用这个加速和制动以后啊，不但可以造成快的开始，而且还可以连续的快，甚至侧身以后追正手的球也可以追得上。好，好，再来。乒乓球比赛中啊，这个握拍法非常非常重要。过去啊，我们的老教练教导我们的时候，握拍法有这么几种，一种啊，虎口比较大，像这样。这种的话，拇指卡住这边，食指呢齐跨在板形上，反手呢是这样，中指弯曲，弯慢慢曲，在中间，在拍在中间。这种握拍法呀，有利于正手攻球啊，不利于这个反手的这个推下攻球啊，就不大灵活。还有一种呢，就是过小，跟这个相反之小，这样的话就很灵活，这样太灵活了，有利于呢正手反手的攻啊、推弹呢，什么都很灵活，但是力量呢就比较小啊，这种力量比较小。所以后来呢，我们的这个总结经验呢，这虎口啊不大也不小，适中为宜。正手攻球，拇指用力；反手攻球，食指用力。啊，这是我们过去啊，乒乓球啊，几十年来啊，直板攻球手啊，一般遵循的一条原则。一直就是这样：正手攻球，拇指；反手攻球，食指。后边呢，基本是这样。
啊，半弯曲顶在球板的中部，不要过直，也不要悬在上面，这样的话都不利于这个发力。所以呢，不要太往上，也不要太往下，半弯曲形成这样的一个握拍法。可是后来的我呢，也一直虔诚地遵循着这样的一个握拍法，但是呢，打到后来啊，感觉到这种不大不小的握拍法，反手攻球，食指正手攻球，拇指，由于球速两边很快，形成了倒指法，而不固定摆形，影响命中率，影响命中率。所以后来怎么办呢？我就改成了食指啊，往上扬，变成闭锁型的啊，把它闭锁型的，变成这么样。这样的话，我让它正手攻球，用食指而不用拇指，反手攻球也用食指。我这两边再倒啊，全部都是食指发力。这样的话，摆速再也不用由于倒这个拇指和食指交换的而影响命中率。所以啊，我就用这种握拍法来打，而能够取得全国和世界上的非常好的成绩。现在我可以给同志们呢，可以试一下，试一下。下周我要讲一下，就是大背的攻球技能。这个大背啊，离身体最近，因此这个大背的攻球是稳定性能好，这是我们初学者所必须运用的这种技术。另外呢，这个大背的样子呢粗啊，这个很粗，所以它力量很大，但是来讲相对来讲的话呢，它摆速起来呢是比较慢的。所以啊，我们对于这个初学者掌握大背打球啊是必备的条件。因此我们讲为大背打球是进入了小学的程度。小背呢比大背要细，所以小背的攻球力量呢就要小于大背。然而呢，小背这个动作呢摆速啊要比大背要快，所以要掌握这个前背的攻球啊，就标志着我们这个乒乓球水平啊进入到中学的时代。整个手背的最尖端，所以我们打球啊，很多人用大背打球，用小背打球，用手腕打球，而忽略用手指打球。所以啊，如果谁要不用手指打球的话，就能够标志到他的这个水平啊，进入到尖端水平，尖端水平。这个手指啊，我们感觉啊，打球啊，它因为在这个手腕的最尖端嘛，所以它在手腕的带动下呀，能够打出相当大的力，相当大的力。而且基于我们打球之这个几十年之经验，感觉到一个是食指，一个是中指，尤其是食指是中流砥柱，说我们打球的这个中流砥柱，我们可以打开，可以试一下啊。这个时候不能用
我们打乒乓球啊，不能用一种动作来处理所有的矛盾。假如有人说庄老，您看我这动作怎么样？来，我比一个片，比划同一个动作。我就得问他，我说你这种动作在哪合适？他这种动作，然后这种动作，这种动作搁在中近台在这哪合适？那来个近网呢？您看合适吗？搁在这儿球，你说这球能打得着吗？所以近台的话，就这种动作合适。但这种动作合适，你搁这儿合适。那如果我跑得这么远，我这么打，您看合适吗？它就不合适。所以假如说有时候近台速度比较快，那我用这种动作合适。那我近台来个这个动作，您看合适吗？就不合适。所以我们主张因球而异的动作，这是一条很重要的，也是一条原则。近台、台内、远台，来球的各方面的不同，用的动作也不同。现在我们给大家做几个，对吧？近台，这个动作是正确的啊。近台球速很快，用那小动作。
我大动作，再来，你再摸，你再摸一个大动作，再一个高球，我用小木板，你看合适不合适？这显然就不合适。就像这种球，这里我还拧着我小木板，还是拧着我小木板，还是再来几个，再来几个大动作。像这种高球的话，就变成大动作。错误动作呢，再来一个。你怎么说这行呢？这显然就不行了。啊，行，不能快啊。就这种很强的。在于增加击球的力量，另外就是掐头去尾的留取中间最核心的精华，最重要的简化动作啊，把这动作给简化。另外呢，最主要的就是用小动作能够收到最佳的效果，起到大功能的作用。来，我们来，小动作大功能啊。小动作大功能，再来一个。这样行，不错，这你大哥大哥来不及啊，谁的大哥运用的一些情况呢，我给做一下这个示范。同志们都可以看啊，搓球的时候，把对方来这儿搓球，一般的搓球都是这么搓啊，全是这么搓。你们有没有看见搓球这么搓的？一般是这么搓，这么搓球。同志们，你们瞧，你们瞧，就这么搓球了，都是。这叫什么？这就叫做加速制动，这就是有加速没制动，有加速没制动。这叫没制动，这就叫做加速制动，这叫加速没制动。再看看推挡，推挡是一般的，推弹这么推，推弹这么推，没有这么推的，就这么推的，这有加速而没有制动。同志们再看发球，一般我们讲发球呢就是这样发，反手发呢这样发，是吧？侧身发呢这样发。你们看有没有这么发球啊？你看看，这么发球有没有？从有没有这么发球？昨天发球有没有这么发球啊？没有，这叫加速没有制动，这叫加速制动啊，这叫加速制动，这是发球，这叫加速制动，这叫没有制动。另外呢，讲反手控球，反手控球我们看加速制动，这是加速制动。没加速制动呢，有加速没制动，就等于是这样制动。而正手控球也一样啊，正手控球也一样。正手控球如果这样出现，就有加速而没制动，有加速制动吗？就这样。所以我们感觉这个加速制动啊，在每个项目里面呢，每个单机都非常重要。腰也是这样，正手控球了，加速制动了，我们看腰。
台，球突然跑右边去了，左脚一加速，一蹬，右脚一停，直中。球跑左边去了，右脚一蹬，左脚直中。啊，加速直中，加速直中。什么叫加速不直中呢？这边是加速，这就没直中。我这边右脚一加速，这边是这就没直中，没直中下来没法打球。下边呢，我把这个搓球、发球、推台、反手攻、正手攻、腰部的、步法的、加速制动的、正脚和错的，我给做一下，大家有比较。先来搓球，这是正确的，这是加速制动啊，这是加速制动，你看一加速停住了，制动，没有加速制动，同志们可以看，没有这个制动的，这么搓，这是没制动的。
啊，这就这没有制动的，有制动的可以看，这个非常轻松，轻松而有余力，这个呢就余力很少了，同志们，没制动的你们看这这这，这再快点我就疼没了啊！还有有制动的。提高啊，使得效率。